咱用东北话吵架呗。就是你要是说不过我的话，我就闷你一脚。那我给你一炮是吧？行，你瞅你一天穿的谁穿尿裤的？那你瞅你二了吧唧的。你瞅你像个低粗溜似的。你瞅你，你瞅你。哎，你虎了吧唧。虎了吧唧也不算，这算成语。那怎么不算呢？只要是东北话就可以啊。我跟你讲什么是东北话啊？干啥去？我吃，你吃了吗？吃了吗？也不是东北话，你是东北人不？我跟你讲，东北就是说你别碰我。你要说别碰我，应该是翻译成东北话，应该是滚犊子。还有什么？傻子，不对，傻子应该说傻狍子。都这么一想，我想不起来了呢。你瞅你完犊子。啊，我只要说了东北话，我就能打你。不行，不玩了。来呀，咱扯立根扔啊。东北话这么难想啊。你跌了个尾巴。想不起来，膈应人。关了。再考你最后一个。嗯。你要是能猜对的话，你就算你赢，我请你吃饭。嗯。大脑门是什么？我糖脑门。挑么菜？我的头。哎，不是挑么菜，是婆婆顶。不是，等会儿。